好，这边是 PS 上的 The Order 1886，然后是在今天发售的，但是因为代理商要过年，然后就提早发售，但是也不能开出来给大家炫耀啊，这个就只能今天来，因为今天就直接到结局了，所以很快，所以就看剧情就好啦。好，这边存一个新资料，然后从序章开始到第16章，难度是简单。Giving up on the ghost now, didn't we? Fancy enough a rant. 哦，原来主角被严刑拷打，难怪那么可怜。我记得这种剧情有在那个某部电影有出现过，类似。啊，还要继续啊？不要啊！我受不了啊！好，看起来故事就在一阵严刑拷打的结束之后就开始了。应该后面会有骑士团的成员来拯救主角吧？猜。圣堂骑士团。游玩性哦，我有玩过试玩版，所以还应该不会被吓到，就类似第三人称射击就还好。然后这我们的主角啊，这个被感觉很像乔尔的 feel，中世纪的乔尔。被拖出了门外，一日骑士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刺瞳之瞳》啊？那个里面有角色被爆弹都没事了，这个还好啦。哦，喝汤啊，主角又喝汤了，太可怜了吧！哎，这蛮痛苦的。还有另外一种是在脸上淋那种，哎，按下三角形，这好犹豫啊，到底要不要按呢？在喝汤。然后我蛮享受的，在喝汤。你的水质还不错哎。哦，这时候又按了，又按了，又按了。可是如果不按的话会怎么样？这我蛮好奇。
抱歉，主角，这个你当我的一号实验品好了。这个不按三角形会怎么样？抱歉。好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要按三角形了。感觉这个都在重复哎。I'm quite enjoying this, are you?干，我忍不住啦。哦，感觉这个就是在那种类似那个暗语杀机那种游戏方式，就是会有很多 QTE 出现啊，你就玩得很爽，看得很爽。这个主角一个脱逃神反杀秀操作，哇，太厉害了，看得我看傻了眼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钥匙，哦，他要拿钥匙，哦，但是手居然伸不到，哎，这种视角跟那个邪灵路线很像啊，就是上下切边，但是这个风格没有说不好，反正这种游戏比较适合，比较适合。然后按 L 的话，就跟一般动作游戏一样，就是 L 是移动 ，R 是动视角。这个算是蛮基本的第三人称射击游戏，按下 R3 的时候会加快速度。好，知道了。这游戏的大枪好像，因为他们很奇怪，明明是18世纪，但是武器都很高科技。然后这边就放了很多的枪。调查看起来我感觉主角就是那种一个可以打很多个人来干嘛。好，一个子弹都没有。哦，我们这边应该要找子弹，子弹在哪？这游戏的亮度还是蛮暗的，蛮可惜的。可我刚刚已经把亮度调了两个等级了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是什么声音？畜生的声音。畜生比较吵。真的很像在看电影，就是这种这个画面加这个动画。
按 L2 加全回变换掩体。哦。这真的是游戏吗？我觉得我在看电影。欸，他们在跟什么东西交战的样子，感觉是变种人，因为他们好像在阻挡什么东西的样子，而且很辛苦欸，一个四个大男人推上门，太累了吧。好吧，今天应该是主角最脆弱的时候，所以玩起来超闷的，是很像是那种那个清朝女子裹小脚啊，婀娜多姿。Hands up！ 我这把枪可是有波纹的哦。Not a word。其实这里面根本没有子弹了。Let's just talk this through, shall we? If this 时候那个士兵很勇敢的话，就会来一个转身反杀。There's only one way out of here. Walking Dead, that's where you are. Gotta wish you never left those catacombs. Such a mess. Fair enough.Fair enough, it's your funeral, not mine. Move. Stay sharp. That's why we have our orders. Shoot on sight. He has a gun! He has a gun! Take him, fellas, whoa! Ah!哇，这是我的哦，呵呵，没有子弹啊。Yeah. 这里出现很多 QTE， 然后这边要移动我的右肋臂来敲他，敲。哇，这个士兵看起来是本作最可怜的，被自己人射了，然后又要跟主角殴打。然后被干掉了，这边要不断的插他，哎，插插插，然后就挂了。Give yourself up, monsieur. My next shot will not be a warning. Out here, we had a gunshot. Hurry, this way.可我觉得这种剧情很像是倒叙的手法。就这边是很后期的剧情，我要把它。Gray， don't do this. I said surrender. Hands on your head. You have betrayed our order.No one may escape the penalty. You forget, Lord Chancellor. I'm as good as dead already. No!